海虾很多人说不会做，我教你知道吗？海虾和，哎呦，我靠，我喂喂，我靠，你看，纯正的海虾绝对不一样，想吃吗？喂喂，我靠，喂喂，我喂，我靠，先给它炒一下。先这么炒之后再放葱姜蒜它就才好吃，你知道了吧？关键是说海洋虾它还不能加盐，它就只能加点酱油加一点醋就 OK 了，你知道吧？不像说是淡水虾，淡水虾不过有一股泥腥味。我们一般就是说这个海虾给你发货的话都像这样子一盒给你装起来，超级划算，喜欢可以来上一单，是纯正的。